化沙龙没有旧时代的思维，因为我们只会往前走。你就是我的现在，你就是我们的未来。心里真的很感动，对，哇，好享受的一场音乐的飨宴。就每个演员他们真的很能唱，他们的歌声渲染这整个故事哦。一切的设计的美感都非常的让人觉得哇，一切都好漂亮，不管是调度、灯光、演员的表演、音乐的配合，他把美感发挥到一种很极致的状态。徽因是一个代表一个时代的女性，她能够摆脱所有人的目光，坚持她的信仰、她的信念。就算日后我变得残破老旧，消失在时间里了，我也希望至少有你能记得今天的我。真的好爱好爱这种事，一定要来看哦，非常的令人感动。